看这一题，超过地球半径哈，变为原来的三倍了，密度变为原来的两倍了。那地球体积跟半径的三次方成正比，则地面上物体重量哈，物体重量的话将变为原来几倍了。地面上物体的重量事实上就是万有力了，就是重力嘛。这是 W， 是等于多少呢？这是 r 平方分之 g 大 m 小 m 啊，这个事实上就是重力场，这个就是重力加速度了。好，现在的话哈，这个小 m 是固定值嘛 ，g 也是固定值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地球上面的那个什么呢？物体，所以这个跟什么呢？跟 r 平方成方比，m 的话要跟什么？跟 ρ， 地球的密度。啊，还有地球的半径，三次方成正比，所以这跟 ρ 啊成正比，所以 W 哈跟这个两个乘积成正比，所以 W plan 哈除以 W 哈是等于多少呢 ？ρ 变成两倍嘛，r 的话呢变成三倍，是二比一啊乘以多少呢 ？r 变三倍嘛，那三比一啊，所以变我原来的六倍啊。所以的话密度变为呢两倍嘛，半径呢变为三倍，所以答案的话应该六倍，答案应该选 C， C 的话是六倍，答案应该选 C 了。